其实我从来不炒股的，但是我偏偏因为股票赚了不少钱。你要懂得看趋势。第一，我不做个股。很多人说郭老师你推荐一个个股，我从不推荐。然后只是因为我喜欢喝酱香酒，他们说大概你会买茅台，其实这是一种猜测啊，我也没买茅台，我也不推荐个股。可是我会看趋势。十几二十年前老特就说要来中国，可是你会发现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大陆的很多有钱人拼命往美国跑，对吧？可能在座的也有在往美国跑，可能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去美国，然后去美国接受教育。有的企业家可能送得更早了，小学也去，中学也去，大学也去。我们不断有人跑出去。特拉特先生选择了中国，可是我们选择了美国。很多人，好了，每个人的人生自己负责。可是你会发现选择完了以后，在今天你再来看中美博弈，你再看这个世界，你突然发现今天我们所取得的所有的成绩，其实都是在二十年前、十年前、五年前我们就种下的那个种子，今天就发出了那个芽，同意吧？所以我特别感谢特拉特。然后因为他，我大量持有中国的资产，也就是因为他，我们才不仅赚到了昨天，有了今天，我们更加有无限的明天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跟什么人在一起，应该跟那些能看到未来的人在一起，跟那些高认知的人在一起，而不应该跟有钱人在一起。因为任何一个有钱人，他再有钱，他也不会把钱不会给你的呀，同意吗各位？但是那些高认知的人，高思维的人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愿意跟你，他愿意跟你分享。我觉得这个是无价之宝。我拜特拉特为师的时候，我前一年的年薪是800万人民币，然后特拉特一年给我150000。当年啊，就觉得你有病，我脑子坏了，上海金刚豆腐脑进水了，哇塞！就是我以前赚钱是靠辛苦靠努力，本质上我就是一个销售出身的，赚了不少这个钱。可是自从走进特拉特的定位以后，我就突然发现我以前为什么赚钱。所以我以前赚的钱其实是暗合定位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以赚钱。只有特拉特先生他把我这条路打通了，我看见定位的第一秒我就拜他为师，跟他开始学定位。在定位里头有无数的理念，我也会分享很多方法论给这个理论。我个人啊，推荐你好好去学习。如果你走进定位的世界啊，你的生活和工作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可能我带给你的闪光点，或者是我带给你的脑筋急转弯呢，可能会比你过去十年二十年所吸收的还要多。就是如果你要改变你的企业，改变你的家庭，改变你的生活，其实定位是一门很好的学问。365这门课程凝聚了我20年的学习心得以及工作实践和体会，这也是我线上推出的第一个精品课程。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，每天一块钱，我陪你一年学习这门课。如果你能够读到5遍以上，读到10遍，我们在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已经是定位的很好的咨询者。